对。然后第一个躺的是怎样？蛮相信。然后没有，他厌我，因为那时候关啊，我先讲那个时候关灯，然后反正我一开始就挂机，然后那时候阿手跟乐乐就站在林的周围，然后他就不知道从哪里来，然后跑去看生死簿，然后呢，我就想说也去猜一看他站在林旁边好了，然后我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刀闪了一下，然后我的报告就响，然后我就跑去催他了。那个预警 CD 是不是还有三四秒？好了，应该是好了，应该是好，这是预告的了。而且我本来想说要去解一下电，然后结果他就开了我。还有预警吗？我想问，真的还有没有预警？我是预警，我是预警。哦，你还有吗？那这样不对哦，我也是预警。嗯。现在我跟 Lamp 是那个嘛，但 Simon 是一定被，所以是 Simon 一定是被杀的。那你们旁边那几个人就是狼客。我真的在挂网，现在还在挂网。我本人还装挂网啊，进票。对，我可以，我这刀可以帮我乐乐跟阿手，但是我以为是他验我，结果还有两个一级，因为就很小啊，我只有看到阿手跟乐乐。可是，如果人家在你那他是倒在哪里？他就倒在生死簿前面呢。生死簿前面。啊，那你们三个人的位置？我们在摇铃的左边，但是我们是靠着摇铃的。解那盔甲，然后刀光闪，我准备要往回去，然后你排尸体。我是贴着摇铃的，整个头塞进摇铃里面。你可以不要投我吗？我现在一个任务都还没做。我没投你，没投你。当然是投乐乐啊。一个任务都还没做。小爸，我告诉你，不要让我当狼啊。哎、欸，那我死就是乐乐刀的、啊。没关系啊，到了你，我就让他们投我出去。达哥死在餐厅的那个拼图那里，然后我保密呀。那我想确认监控的人是谁？我。那呆虎，你有看到谁进餐厅，或是餐厅的动向怎么样？没有，没有，只有你。你跟米娅是走洗衣房，然后下去。你是下去餐厅的，然后米娅是往右边走。妮现在在哪里？妮现在在哪里？我在监控室啊。我在右上角。然后有人看着那丁丁在哪里？监控一直亮，你还可以踩我。对，因为上一局你的正攻不对的。你说你捡完之后往左走，你要回头。但是回去游戏的时候，我的盔甲的右边，你的盔甲的很左边，回头看你才回头。丁丁在哪里啊？哦，没事。我在变电箱前面那边准备等开店。小八呢？小八跟乐乐。我捡完卧室的拼图，我现在在盔甲那边。那乐乐呢？乐乐，我在看热相机。那这边，等，你们，等那个米娅，你在树上，你在哪里？他是跟着我的，米友不用拍米娅，不用拍米娅。我没有，刚，我现在正在那个变电箱前面，然后有一个人从右边走道走过来，然后刚好我没看清楚那是谁，然后你就已经响铃了，所以有人在说谎。我在车库那边。你说在鸭子的话，
那肯定他是在鸭子右边走到有人走下来的话，那那个人就没有走出去那个热像仪的范围，因为我从头到尾只看见你，你一个人。好，乐乐，你先不要扯开话题，因为我刚刚觉得那个好像是白色的，但是我不确定。我现在在车库，我看到一个人走过来。你看到热像仪有亮哎、欸？有，热像仪有亮。嗯，我这边想出呆虎，但我是觉得奇怪，因为我刚刚明明看到阿手出不了，阿手是站在中间的。对，我刚其实栏杆很少很小。我刚刚真的是看到，我刚刚真的是待在车库，那有人从右边走到走过来，虎哥应该是会看得到的啊。对啊，所以啊，就米娅，没有没有，虎哥这边要出了，不行不行，你就算不出，我是从中间一直中中间然后走，你这边还有八个应该。没有没有，出打。你现在是要到车库了吗？我跟你讲，他就算不出，我也会拿枪去ban他，我也会去拿枪ban他。我也是在找子弹上膛，子弹上膛了，不然我们就拼枪，就这样。说，那我要看一下，等下右边走到是谁。就人还这么多，应该不用那么急吧？好啊，等下同意。小八，你说在哪里？小八，那个小八你在哪？我们在盔甲附近啊。好啊，等下投小八、啊，就这样。哇！刚刚有谁袒护啊？第一具尸体。去看印尼。哦哟，死不相信我哎、欸！好了，林博应该是印尼吧？等一下，那个躺在那个位置吧，你们有人看到吗？嗯。就啊，哎、欸。阿松你在哪里、啊？哈喽，他可能挂机的样子吧。小八在哪里？啊，我刚刚听的，我在挂画前面，然后钢铁店。小八呢？我在看热线，然后我刚才掉下面跟乐乐教授，他往右走。这样子的话，小巴，这里没有人。小，嗯，小巴在正池，那刚刚只能是你杀的啦。因为我跟在 Mample 后面，你是在监控。哎，有人听到我声音吗？有。然后阿索在右边挂画，我刚刚出来是有看到。哎，干，我不知道，好烦。右边没看到乐乐，至少。挂画到车库到铁店那边，对，然后我就开始说叮叮，还是去三层关那边了？是你吗？三层关静音是不是、啊？叮叮，哎嘿嘿，这样，不好意思，你刚刚是去餐厅还是去厨房？我刚刚是去上面那个叫什么？上面那个叫厨房。哦，那就投小八吧，我只能投小八，因为我是有看到丁丁走进去，然后我的后来的焦点都放在 Lampo 身上，谢谢。哎呦，不能抱团呐、啊！哎呀，我们没有抱团啊、哦！对啦对啦，我最后的时候是有点怕，我已经打算要去找呆虎牌啦，结果哎、欸、还没结束吗？喂，还没结束吗？乐啦，乐结束了。喂。而且你上一局就一直说不要投呆虎。因为还有 bug 跟我们不急着投嘛。哎、啊，我们就投了。小八，原来刚刚你有走出去哦。我本来在监控室看你在左边的。我直接穿立刀走了。